叶生同志，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了？啊！是，主任，我一定会全力调查此事。好的，明白。这帮特务太猖狂了，主任要求我们一定要严加查办，加派人手，对叶生进行24小时保护。明白。这两天我都没有看到张大力医生。 本来今天应该他值班巡防的，但他都没来上班。张大力医生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？反常的情况？没有啊，和平常没啥区别。他在月亮平时有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啊？他这个人沉默寡言的，很少说话，而且很少跟病人交流。在我们医院里，他一点都不合群，基本上没什么朋友。 你们怀疑这事是他做的？我们只是初步分析。不可能吧？他这人挺好的，挺老实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是特务？哎，你知道张医生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吗？具体的位置我不大清楚，好像听他说过是在江北，而且他很少说他家里的事。 我们今天呢，就先调查到这儿。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，赶紧跟我们联系，好吧？好的，再见。不对啊，邓科长，张大力的档案上明明写的是江东啊。先回去把情况跟陈荣同志汇报一下。我觉得呀，这个张大力呀，很有可能就是这次刺杀叶生的特务。好，知道了。 真是个废物，连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都处理不了。现在说这个已经没用了，想办法尽快找到五号，别让他落在共党的手里边。许前不知道他的住处，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的。你让许前再把信号放到张大力家的门口，让五号尽快跟他联系。嗯。现在各地都在严查，张大力已经留不住了。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？我知道，吴先生。 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的？每天过得提心吊胆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。也是考虑你的难处，关键是你躲起来，谁也找不到你啊。我哪敢出去？外面共党到处在找我。再说了，这次任务算是办砸了，恐怕上级也不会放过我吧。上面啊，已经体谅到了这次出现意外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为了你的安全，决定用船把你送回去。是吗？那船什么时候到？你别急啊，再等一等。 老许，这次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嗨，不会的，你别多想。喂，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带人过来。 情况怎么样？陈处长，事发现场发现打斗痕迹，死者因被利刃刺穿胸腔，失血过多而死。这个人我认识，是江都医院的门卫。看来他的死跟张大力这个案子有关。小王，给邓科长打个电话。 让他到医院跟我会合。是处长。许前这个人我不太了解，但是他为人挺和善的，在我们医院里人缘特别好，看见谁了都打个招呼，乐呵呵的。这种人应该不会有仇家吧？这个张医生和许前他们两个平时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们俩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见面打个招呼什么的。
你们是怀疑张大力杀了许钱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今天我们过来就是想调查一下情况。对了，许钱在进医院之前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好像听他说过是在家里面务农的。哦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在院子里的时候。你先这样记着。啊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大力，大力，我也感觉挺奇怪的。后来我就回到医院里了。啊，李医生，你今天提供的线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谢谢了。没事，不客气。啊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尽管吱声。哎，好，麻烦你了啊。嗯，走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分析的没错的话，就这个许钱应该是跟潜伏在江都的秘密组织有很大的关系。我看得找人把他的档案给调出来查一查。这没什么用，张医生从资料上看全都是假的。他说住在江北，其实呢他经常搬家的。还是得查一下，没准有什么线索呢。哎，对了，你不顺路去看看叶生啊？现在工作那么忙，算了吧。哎，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毕竟咱们是曾经一起战斗的战友，去看看吧。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还是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。等他恢复了之后，我们再找时间好好跟他谈一次。那也行，听你的。走吧。嗯。我已经把许前所有的档案都给销毁了，他们从档案里边什么也找不到。我也没想到许前把这件事给办砸了，是我计划有问题，请吴先生原谅我。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，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张大力啊。我已经安排人手在他的住处24小时监视，只要他出现立刻就灭了他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哎呦哎呦，医生同志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没干什么，我到床上去活动活动，快点，你的身子还没好呢，快点回床上去，听见没有？我恢复得很好了。你怎么就不听话呀你这个人？哎，快点，不躺下。别让我躺了，我这躺得浑身难受，都长了一身肥肉了，你看。哎，我跟你商量啊，你说我自打进了这个医院呢，我就从来没出去过，这都解放了，街上变成啥样我都没见过，你让我出去看看怎么样？想出去啊？哎，可以呀，不过要等你的病养好了再说。坐下。哎呀，于小同志啊，我现在基本上都养好了。哎，走。哎，我不坐，你坐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外边的太阳多好，我要不就到院子里待会儿，啊，晒晒太阳。也有助于恢复身体呀，就一小会儿，5分钟。不行，叶生同志，你要是想养好病的话，就要对我的工作配合。我没有不听你的，我配合得很好啊，是不是？你让我吃药，我吃药；让我打针，我打针。就让我待一会儿，好吗？你配合不配合？我没有不配合呀。哎呦，
那你快躺下。我不躺。你不躺是吧？我告你们领导去，让你们领导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事。哎呀，小护士同志，护士同志，哎呀，小同志，这多大点事儿啊，至于找领导吗？哎，你让我躺着是吧？啊，好。把被子盖上。怎么就没有点同情心呢？就是。躺下。胳膊放被子里面去，别着凉了。快点儿。我听话吧，这还差不多。一会儿把药吃了，不许乱跑，我会过来检查的。个小丫头。还挺厉害。许前的档案啊，丢了一部分。我问过档案管理员了，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看来敌人已经抢在了我们的前面啊。是啊，看来每一步的计划都在敌人的预料之中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报告，处长，外面来了个自称是张大力的人，来投案自首，还说要见咱们政保处的领导，我把他带到会议室去了。哦，你跟他说，我们马上过来。是，走吧。好。领导同志，我是来自首的。在江都医院刺杀叶生的人是我。你为什么要杀叶生？还有。江都医院许前的死跟你有关系吗？刺杀叶生是上级的指示，许前是我杀的。你跟我说说你的上级是谁啊？上级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们都是单线联系。是许前告诉我说这次任务要执行。那你为什么要杀许前呢？我替他们卖命，可任务失败他们就要来杀我，所以我要来自首，把我知道的全说出来。我问你，你们潜伏在这儿的领导是谁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前军统的一个传奇人物负责。前军统的传奇人物。报告，王副主任电话，找陈处长。我先去一下。去吧。你想活命才来自首的，对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什么都说了的话，你一定会死的，因为他们是共党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……哎，你听着，照我说的做，我保证让你活命。成，好，明白。请主任放心，我们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查的。嗯，好，再见。报告。什么事啊？邓科长被张大力劫持了。什么？都别过来，谁过来我打死他。把枪放下，快放下枪，放下枪，放下，都给我后退。哎，有话咱们好好说，别激动啊，有话咱们好好说。都给我后退，谁敢过来我就打死他。张大力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啊是从犯不是主犯，我们都知道是有人指使你做的，所以呢，你要坦白从宽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有机会活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别骗我了，你们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肯定给你宽大处理。你说话管用吗？管用。他们肯放过我吗？好，来，把枪放下。你有什么条件，你尽管说。我要一辆汽车。没有权利讲条件。闭嘴！再多我打死你。你冷静点。给
有一辆汽车，我马上把他送上车去。都别过来，往后退！你没事吧？ 这次赖我，真的是赖我，我太大意了，让他把枪给抢跑了。谁都没想到他会劫持你。可是他劫持我之后，我也太不冷静了。我又开枪把他给打死了。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，谁都会这么做的。邓凯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好在你人没事就好。我会向上级领导。 汇报这件事情，好好处理。陈如，真的谢谢你。看着滔滔不绝的邓凯，陈如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事情绝不像邓凯说的那么简单，这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他想弄清这背后的阴谋，只能暂时陪邓凯把这场戏演下去。 今天首长到我们这儿来，主要是想听听对张大力事件的看法。陈如，你谈谈吧。于主任，事情的整个经过都写在这个报告里了。于主任，这事儿跟陈如没关系，是这样的，当时陈如同时在接电话，我呢单独跟张大力在一起，然后不小心让张大力把枪给抢跑了，所以这件事情。 主要应该是我负责任。哼，这件事情充分暴露出你们工作上的不足，组织上要给你们记过处分。你们呢，也不要压力太大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，尽快把江都的敌特铲除干净。昨天邓凯找过我，他跟我解释了为什么要杀死张大力。 但是我觉得他的解释根本就站不住脚。邓凯作为一个老牌特工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被张大力给挟持？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。你的怀疑很有道理。这个邓凯的确很可疑。张大力来自首的时候提到他的上线是前军统的一个传奇人物。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吴奇仁。吴奇仁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保密局的朱辉，而且是被邓凯亲手击毙的。 我们怀疑朱辉不过是吴奇仁的一个替死鬼。而真正的吴奇仁，他很有可能现在还活着。难道您怀疑邓凯就是吴奇仁？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究竟是吴奇仁，还是说只是他的一个下线？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呀。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行动？如果吴奇仁还活着，那么他手上。 一定掌握着长江沿线潜伏特务的名单，这对我们铲除敌特集团至关重要。所以接下来你要密切留意邓凯的行踪，千万不能打草惊蛇。主任，我明白了。那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叶生？不，这件事情只有你我二人知道。对叶生，甚至对王副主任都要保密。我担心一旦让邓凯察觉到了蛛丝马迹，会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。我明白。 为了更大的胜利，我们姑且容忍邓凯暂时嚣张一段时间，等他露出马脚。哎，叶生，啊，你干什么？啊，捡个手。哎，屋里不是有夜壶吗？走，回去。哎呦，夜壶，那是给老头用的。我这年轻力壮的，能用那干嘛？你别喊着我。哎，那我陪你去。哎呦呦呦，别，那可不行，你该忙忙你的吧，我自己能行。哎，谢谢啊。 哎。
医生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就是一般的上火呀？啊？那是怎么？哎呀，有什么就直说吧，到底怎么了？你的腹腔器官被感染了，因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，再加上现在的医疗设备也不是太完善，已经牵连到你的泌尿系统了。那会怎么样？有什么你就直说嘛。啊，你的其他方面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，只是你以后没有生育能力了。叶生同志，叶生同志，啊，也许以后会有办法可以治疗的。啊，就仅仅是不能生孩子吧？嗯，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吧？啊，是这样的。哦，那就好。不就是不能生孩子吗？不能生孩子，我照样干革命，照样工作，对吧？要不了孩子就要不了孩子吧，没什么。你要能这样想，真是太好了。就这样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哎。这个我拿去了。还有，李医生，这事儿能不能帮我保密啊？这我做不到，组织上是有纪律的，这你应该知道。是，我知道。我的身体状况还有我的病，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跟组织上该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。只有这个，你别说。你看我这个又不影响工作，是吧？你帮帮我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谢谢李医生了。您忙着。医生的话让叶生彻夜难眠，他觉得自己失去了给陈如幸福的权利。叶生不知道今后该如何去面对陈如，只有选择逃避，将这份愈加深沉的爱隐藏在心底。我想趁着解放的喜庆把咱俩的事儿办了。嗯，我想让你给我生上一堆的孩子。我想等解放了再说吧。你的其他方面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，只是你以后没有生育能力了。你笑什么？陈处长，看叶科长去啊。啊，陈处长。啊，医生。不错呀，恢复的挺好啊。你知道吗？于主任啊，听说你恢复的挺好，可高兴了。哎，这是他让我特意给你买的。来，尝一尝，这橘子可甜了。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组织上决定啊，等你这病好了，出院之后，就把你安排到军管会，专门负责江都的安全和保卫工作，多好啊！哎呀，到时候啊，
就可以重回工作岗位了。不吃。怎么了？陈若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想一个人静静。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。哎，我去叫一下李医生，你等着啊。哎呀，没有，我挺好的。哎，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下。好吧。你是不是还在想兰兰的事啊？哎呀，叶生，我跟你说那件事就不怪你，要怪的话就怪我，是我不好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。你先回去吧。那行，那我改天再来看你。把医生的药配好了给我吧，我给他送过去。嗯，好。好了。哦。哎，怎么加了这么多的药啊？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是李医生换的药方，好像是多加了一些给我们新配发的消炎药。不是都好了吗？怎么还是这么多的消炎药？李医生，李医生。你说我在医院待多长时间了？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出院呢？啊，那要看你自己的身体恢复状况了。哎呀，于小儿同志，我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你不知道吗？
完全没有问题。哎，一、二、一，有问题吗？像我这种情况，早就应该出院了。那也不行，你自己不能做决定。哎呦，死心眼儿啊！哎，要再这么待下去，能待的我浑身都是毛病。哎，医生。哎，陈如是谁？谁？陈如，是你钱包里照片上的那个人吧？你每次做梦总喊他的名字。这个陈如，是你老婆吗？别瞎说！不管他是谁，你要是喜欢他，就去告诉他，别总在梦里惦记他。像我这么一个已经痊愈的人，在医院待着，那不是占便宜吗？哎，你说是不是？真的，哎，你去跟医院的领导说说，像我这种情况，我早就该出院了。都留下来了，我干嘛要走啊？让我留下来吧，陈如，我想跟你一起见证这座城市的解放。你可想好了，这么做很危险。我就想留在你的身边。这座城市马上要解放了，你想过以后吗？真不敢想。我可是想了很多，陈如。等解放的那天，我想趁着解放的喜庆，把咱俩的事儿也办了。嗯，我想让你给我生上一堆的孩子。等解放以后再说吧。是。你笑什么呀？
叶生，叶生，哎，他人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他让我去打壶开水。余晓，感谢你这么久对我的照顾，今日不辞而别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我要返回部队继续工作了，他日有缘的话，自会相见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唉，我已经劝过他了，可是这叶生同志啊，死也不肯回去，非要回来参加工作。好，是，我已经问过医院了，他目前的健康状况问题不是很大，只是需要多休息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都听见了吧？我是好说歹说，领导才同意你留下，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千万不能出什么问题。哎，没问题。报告，进来。叶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没事了吗？什么没事了？这小子偷偷溜出来的，主任让我把他送回去，他死也不肯，非要急着参加工作。叶生，欢迎你回来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坐吧。上级啊，又有了新的指示。由于我们刚刚解放不久，江都市要加强治安管理，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特工活动。由于你们三个人以前都是在江都工作很长时间的同志，对江都情况又很熟悉，于主任呢特意把你们三个调过来，加入到我们军管会的工作当中来。我呢，负责军管会的具体工作，陈荣同志担任军管会政保处的处长。邓凯同志，你就担任政保处医科的科长。嗯，协助陈荣同志工作。嗯，叶生同志，你就担任二科的科长，主要是负责江都市的大小案件的侦破。行。去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都听见了，我去替你们拿情报啊。正好你跟陈如姐去见特派员，我去拿情报，不正好吗？这事跟你没关系。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我一直想做这些事情的。再说，不就去戏院拿个东西吗？有什么要紧的呀？哎呀，这不是儿戏，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一鸣的死你们查清楚了吗？现在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，调查一鸣死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查下去？这人白死了吗？思念停留在梦里，像风雨，像留给我带不走的记忆。思念总是停留在雨季，是浪漫
是逃避，是默默的哭泣。思念停留在梦里，很清晰，想靠近，却在无奈中离去。思念总是停留在雨季，像泪水淋湿我所有记忆。我想问你，有多少欢笑值得你回忆？